开始。慢点。慢点，我担心等一下又弹出来，我告诉你。不是你这么快干嘛？我担心等一下这个他妈电池又弹出来。怎么弹嘛？你说，现在看他怎么弹。滑下去，对，返回退出桌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吧，这里也是鼠标的一个线。行了，时间多了。它可以控制在2分钟。你退出去啊！我这边看那个白屏，你一直在那没动。不可能吧？那是这颜色问题。你快点退嘛，老哥。现在可以弄完了。你那个上面还没拿，这个按钮。还没有对吧？这是控制在2分钟以内啊。正反面不开，直接弄这个去。到那里吃，怎么这么慢啊？什么正反面？正面。对完了。你直接放在桌上面嘛。对，完美。你放回原位呀，姐姐。